冷焊接就是一机多用，既可以焊接又可以修补。这就修补后的效果。冷焊接熔焊刺的时候，钨针放在焊刺正前方1毫米，这样就能形成焊点，顺着这个焊点的尾部往下排着走。这个是冷焊接熔焊刺正确手法，钨针不要打到焊刺上方，上方容易起球，融化不了这个焊刺。冷焊接焊接是两块板材自熔就可以完成的一个焊接，不需要添丝。焊完以后，这个焊道可以很平整、完样，这是一个热变形的状态。来，我们看一下焊后的效果，有扎板。冷焊接焊接不锈钢就是一个。焊点比较美观，焊道比较平整。